冤枉李铁了，洛国富、阿兰恩师大爆内幕，规划或就是不能踢满全场。目前中国男足在世预赛十二强赛的成绩令人担忧，四轮比赛过后仅取得了一场胜利，积三分排在积分榜倒数第二的位置。随之带来的影响，除了晋级世界杯难度加大之外，主教练李铁更是遭到了很多的质疑，尤其是在规划球员的使用问题。很多球迷认为他不重用洛国富和阿兰是一项错误的决定，因为此事也让李铁下课的呼声愈发强烈。那么真实的情况真的如球迷所说的一样，李铁在排兵布阵上存在很大的问题吗？近日，洛国富和阿兰曾经的恩师卡纳瓦罗针对此问题也是做出了相应的回答。首先给球迷解释一下，为何卡纳瓦罗是两位规划球员的恩师。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卡纳瓦罗在今年离开中超之前都是执教广州恒大的，而洛国富是2020年加盟到广州恒大，阿兰也效力过该足球俱乐部，卡纳瓦罗任教时期正是两位的主帅，所以对于他们的很多细节一定是非常了解的。在网上爆出的视频里，卡纳瓦罗直言阿兰是很难踢满整场比赛的，首先是因为他的膝盖存在旧伤的情况，所以竞技状态肯定是不如以前，其次他的体能也会导致他无法坚持完成整场比赛。随后卡纳瓦罗还举出了一个例子，就是在中超联赛中有一次让阿兰踢了整个上半场，但前提是给了他一个星期的休息时间。其实回顾阿兰在中超很多球队效力时的比赛经历来看，卡纳瓦罗说的的确也是很有道理的。当年阿兰在北京国安的时候，面对很多队友的能力不如他的情况下，主教练也是没有重用他，让他来打首发的中锋。至于洛国富的问题，卡纳瓦罗更是直言不讳，他表示如果当年不是公司执意要签约他的话，他是不会主动邀请他来的。但同时又说到了洛国富是一个非常自律的球员，让他减少体重的事情总会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通过洛国富近期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肌肉身材照片来看，卡纳瓦罗这点说的也是非常正确的。所以事到如今，球迷这次显然是误会李铁了，因为阿兰和洛国富的体能都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所以才会安排他们下半场登场比赛。而且李铁的战术思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上半场防守消耗对方，下半场更换规划轮番轰炸，但为何还是输球呢？就是因为上半场本土球员守不住球门。各位球迷朋友，对此你怎么看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也请您给个点赞和关注。拜拜。